昨天夜里的雨实在太大了，到目前为止我们医院门诊病房地面还在积水，一楼那边是妇产科，妇产科目前为止病人很少，我们已经把它妥善的安置到了二楼的安养位置了，已经有三个水泵正在往外抽水，估计反正一夜的努力，明天应该是可以正常。昨天的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发布了这个暴雨预报，也提醒了特别是在一楼的各个科室，电啦设备啦断电，然后才到高位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。